哼，我都掉下二了都，我之前3.6，前50版吧，然后跟一帮不认识的打，贼恶心，白给。DC 有的200加的，我他妈的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分数怎么打上来的，感觉根本就没有200加，感觉跟100加一样。刚才那个他拿枪法的100加的枪法就知道了，见人就看你压枪，只要就压枪压的稍微好一点都可以上300。没有，他很配合。主撞要是车。还行，伤害一直打不上去，他妈的8把暴毙，我靠！主要是脸上我刚拉过来刚的他伤妈害直比较接大。被偷啊！操他妈！我一直在瞄着那个一直不动，他妈连狙我刚早打，早点了早跑。哎，好气啊！没补上啊，妈的！哇，你这，咋喝冰的？啊操！哎呀，你要厕所玩算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会儿就没了。那都80憋回去了。又没了？不会吧？就不想拉了。没人没看到了，没人你就可以去了。不行，我要那我就14楼了。要看一下，不确定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妈，现在怎么这么熟呢？妈，连伐木场一个。哇，老哥，你飞得好快呀！我差点没。老哥，你又截我胡啊！截你胡啊！我说我跳14楼呀。没事，你可以一起搜啊，咱不冲突啊。14楼有啥好的？我落地2块阔。我也有。2个快阔，行。哎呀，少快阔嘛，多个6倍，差不多了。哎，3D甲对吧？SKS，你要比吗，小伙子？来，这 M4，哎，舒服，满配，舒服。我知道为什么这老哥喜欢来14楼了，是真的富。MSP，我操，满配！还缺破龙吗？缺，差一个，扔地上。你不在上厕所吗？谢谢。赶紧啊！98K，赶紧上一会儿回来，赶紧。我去上了，你还会上？这个多一个那个。送啊，枪肯定会给你留着的，对吧？别的就不知道了。去二倍。哎，我这儿多一个3甲。SKS 老哥来。3甲旁边就是二倍镜。金血镖。你二倍镜给我捡着吧，3甲我有了。拉低2倍，不需要。对我来说那就是神枪，好吧。连续给我留吧。我不要点的 SKS 呀，被他捡了好像。那老哥手速挺快的，每次空投都抢不过他。他那个手，不知道他单身多少年了，反正比我快。我单身31年，没他手速快、啊。来 M4金血镖，2倍有了。快过没人要？要啊！多一个呢。M4没人要吗？投了啥去？差拖沙掌握吧。
插头塞满握把和枪头。我跟他一个地方出来的，我们缺的东西都一样的。受不了了，这个圈哪有人？打不着。他妈有二级包吗？头塞满有了。二级包是吧？干嘛？你找。不多。等我来个大炮，我就不死。来来来，我这有。有啥呀？大炮吗？我去拿了啊。三号。二号。操！骗我。以后不相信你了。大炮完了留给他。大哥，我去干伐木场了啊！你们来不来？哎！哎呦我操！哎！走走走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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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那有人。他不是偷了一个不是？在哪？妈有人你不说吧？坐车停的，还是蹦蹦停的，在左边。他炸你了，我没有背景支援不了你。我有飞行，没有枪。你俩凑一对正好。他为什么开？我们跑走了。什么鬼？他不管他队友了。被他毒死了，管啥？不报仇的，必须背景停一个。那个没东西那个啊，我不是打死另外一个，那个摩托车开过去被打了。看不到人啊。摩托车蹦蹦开走了，前面再打他，把他打下来。就一个背景。费劲，操！大门在哪里吧？早在前面。哎，你们都不过来了吗？不是说伐木场吗？没人，伐木场哪里来的？你偷视吗？你哪知道？落地的时候一个闪都没吗？去你脸上厕所了。去垂直。吹枪口。左边拉吗？怎么穷追不舍了？现在都。他在五度。哎，看到看到，下面下面，跑打吗？哪？在往山上跑了，我刚可以打其实。我们直接跑。就是没背景，那就是两那种场。他是往厕所那附近跑，他队友。在这上上了，队友在左边一点。去右边。这里有了，全死了吗？
折纸。一号点有枪声，三头。没有枪给我吧？再枪补两个。给我带一个行不行？有没有枪，雨琦。捡啊！你不舔吗？我敢舔啊！操！这边可以舔，我那边可以舔。那给你枪补。哎呦我操！有人打我了。我操！他妈的，你还人还没在我这，枪不要不要放？要啊要啊，我去帮你偷屁股，等我一下。我捡了两个了，我靠！我都要。没有六倍，我打死他。给你他妈，我子弹都不捡。我给你分，我给你分，物流贼多，物流贼多。他要，我要我要把枪啊！我操，能远站着。你们继续打呀，我从侧面绕。持续，我来了。在哪里打我的？操！我脸上，一号点，继续开枪啊！别停。他跑了，这里点，这里。左边山上，左边山上。打左边。跳回来吧。我在照屁股呀。干他妈的，没有这么可拿的东西。已经这么尖，我他妈一个都看不到。就你这眼，你还买什么显示器？玩笔记本去了。他妈的，锤死你！在我附近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没打你那边了。压过去吗？看一下圈，不是圈。来，那个握把枪头都要。没有，那个有个锤子，那个包里面自己捡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包，这边。枪头。看到给你，锤子也在这下面。哇，这么富的吗？走了，我操，赶紧过去。哇，又拉了。就一个包，还差个握把。那锤子不是丢那里的吗？就一个，我还差一个，我还 SKS。赶紧跟上，现在我又两个。慢点跑。老哥他妈的跑得快了呀！这八把我看不到人，我怎么？我也没打啊，一个呢，全给雨琦打，才打四个，禽兽，这是有多禽兽才能说出才打四个，一个没打，零个，零傻，我人都没看到，还打人呢，这个畜生，见到人都不高点，先开枪再说，这怎么打完我爬起来就看了。刚才山上不是有人打你们吗？我想说从旁边绕一下，等我上山头了，人不见了，我操！我还让你们持续输出，还要。他妈这死尸打不死！你别吓我！我操！你干啥？这没人吗？哪有人？啊有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他妈打不死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开枪打不死你们，锤锤死！我操！什么鬼？啊！他锤死了！我操！可以！我服了！他妈，你是不是眼有问题？你现在啊，老花眼了！大哥，你没看见我？你怎么扫死呀、啊、你把他，你在干嘛？扫了，我扫了，你妈的，二十发子弹没扫死。随后来还跟着我一起去打。
操，乐死我了！我还没锤，我还回头准备锤，他妈无语了，我这。我打的他妈跟上一把那个一模一样，我送到脸的人。地魔，我操！这才是真正的兽人。我又没听到。扫了一没草纸，你敢信？就在我脸上，我对着他。那对我附近呗。哎，右边有人，停子，停子，停子，一队，一队，一队。哇，你这都抢了。拉山上一个，右面拉山上一个，直接进圈呗。我打倒他们一个，石头后面。右面山上右面。独狼。不是独狼，一队他拉上去的。真是的。被我炸了，我无铁了，直接走。有 M 十 B 给我帮我填。哎哎，谁打我？对面山头，我看到了。哦哟，左边法区有人，我日了狗！你封烟搜啊！赶紧回来拉我！哇操，个烟，正对着我屁股。上上还有拉？在左边法区，大哥，又不在我这。怎么走在房间210山上？莎莎没看到你，不要打他了。先爬，你先进圈爬点啊！前面他妈莎莎看得见我了。怎么先爬点进去啊？麦走啊！快跑快跑！又来了这个！妈的！你在哪被打倒的？左边防区，我左边防区已经说了。我操！你左边。妈，我差点说了无数次了，左边防区。他已经把山腰的防区啊，没有，就脸上这。我操，这不是脸上吗？右边，这是右边大哥。我说左边，大哥一直说左边。你们耳聋的大哥。你没到好啊！我操！我说左边防区，左边说了多少次？你就说在右边上防区就可以了。哪里有右边，大哥？左边一直说左边，你左右不分啊？这边啊。对啊，左边。我操！我刚往右边跑，我靠！你说哪里左边，哪里右边？但头顶就有人，头顶就有人，头顶就有人。给我跑的还是。他妈了！我说左边有错吗？你跟我讲，哪里错了？啊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左边罚区。哎，听脚步，听脚步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小事情，小事情。上面有人啊！上面有个 QBU 呢。我操！后面，我就说有人嘛。我跳起来看到。哇他妈一个人都看不见。老哥阴人你都不会阴，这个我前面跳起来看到他。哪呢？我看到了。炸死牛逼！在这里。太强了呀！他妈人都看不见呀。烟给我那边还有人，我操！去烟那个，在烟那边有个包去。我看右边啊。哪有啊？走了走了走了，进圈进圈。哎呦！圈在圈上面啊。河对岸河对岸。右边还是啥？河对岸。哎呦 ，MK 幺四，哦，大佬。把圈边清一下，这个炮楼的可以站一下。哇，对面有个 MK14。二六五，二六五，刚进，刚进，
刚进那个海南，右边海边，海边。往后面卡一下。哼，还堵死了。海边，海边，海边，山上下来了，往那个派南走了一队。怎么到？打后面，后面那个别打。怎么看到我了？围墙里面两个，打了两枪。围墙里面两个，就在角落直角呢。上山一个，上山一个，上山一个。下来的。我往反方向跑。找一个围墙，找一个。妈，我是真瞎。都在围墙里面了，找一个围墙。麦哥，你前面两个，三个。快扔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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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炸死麦克！就往那个铁箱子后面扔雷。铁箱后面，反角，一个雷全死。铁箱子，铁箱子不是铁箱子，倒了又倒一个。冲到那里，三个。进房子了，进房子了。进房子了。打血打血，我帮你卡。在二楼，算不上海渡。你别吃了，帮我补枪。二楼，一楼来人了，一楼刚进去，在一楼看到了，别挡我，右边。白衣服的，哦，死了。卡点，毒来了。在前面仓库那边啊。你对面那区刚好四打四。不知道，我看到一个。毒缩了啊。对面二楼。这里，四号点二楼。你标点吧，哪个二楼？过来塔点啊，四号点二楼。墙外可能会有人，但我不敢出去。他们的圈，我们要莽了。莽啥？给我雷！在二楼是吧？大仓没人是吧？快，你们先塔点，塔点。哎，我们是安全区吧？我们是安全区啊。操！我拿去，不要搞。别对呀，我们是安全区啊。前面有人，就在怎么房子里没人。你过去帮他吧。妈有点问题吧？没炸到他。放进去了。我们是安全区，你不用着急。啊。哎呦，我操！这都被他放箭了。来我这位置，第一个。继续来我这位置。左边大仓里面有人，毕竟这样子不行，会被右边的房子的。OK， 我看到了，拉拉我，拉我。房子里面遇见，大仓死。残废里面一个。好的，我量的运气可以。哎呦，急球，运气拉。哎呀，是烟草。拉他，为啥不拉他？没过来，他在打药。进去。呜呼，吃鸡，舒服，五杀。没死，亏死了那个。来不及拉。哈哈哈！跳舞庆祝一下。舒服。拉挺来得及，我在打。你不倒了吗？哎，五杀舒服。怎么七百三四个人？498伤害。